欢迎大家来到明哥聊太极啊！我们今天呢继续学习啊，这个陕西鞭杆、银手鞭杆这个套路。现在我们先复习前边的啊，摇搭左右急啊，转身扫边啊，转身扫边，扫边拦截。跨边，好，到中间来啊！跨边擦步反搓，转身停搓，切步下搓，转身盖压，转身盖压，上步挑边，灌耳边，然后上步挑边，啊，切步格挡，中步前搓，转身格挡，搓把盖把，拨边。挑边，左右劈边，搓把蹬腿，搓把甩，左右背边啊，我到中间来啊，左右背边，左右背边，转身扔扫，回劈击头，擦步反搓，并步前搓，换把左右搓边。换把左右搓边，虚步回边，甩抱边，转身边，弓步下扫，提边下扫，弓步前扫压边，虚步左右合挡，并步点边，左右左边，走挑边，转身擦步马步下扫，马步抱边，并步收边，马步前搓，发搓边，十字边，弓步斜劈挑边。压打，配插步抱边，好，下边，前点腿，转身抱边，啊，提膝高搓边。鱼膝高搓边，虚步抱边，好，虚步抱边以后，劈边，转身横扫。转身横扫，劈边和压边，好，劈边，转身横扫，劈。转身横扫劈压边啊，这边啊是朝面朝这里劈边，弓步下劈，提膝独立抱边啊，弓步高搓边啊，这个学过了，弓步高搓边。左右搓边，下面好像昨天学的是左右搓边，啊，左右搓边，啊，左右转身搓边，啊，好，昨天我们就学到这里，学到这个左右转身搓边，啊，左右转身搓边，啊，这个今天呢，
我们接着学新的动作啊，行步云边。行步就是走路，走步，云边啊，这个名字就是把这个边在云彩里放在上面啊，放在上面。好，那么现在啊，左右搓边，现在我们云边啊，高搓边，左右搓边，接着左右搓边啊，接着左右搓边。那么接这个左右搓边，我们看，接着左右搓边，首先呢，把这个边举过头，两个手的位置在两个边的两端，然后把左脚提起来，脚尖外撇，然后身体左转，右脚向前迈，那么再迈左脚，脚尖继续向外撇，身体继续左转，那么然后呢，再把右腿继续向前迈，身体继续左转。好，大家看他的状态是什么样的呢？左右搓边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四步，我们的人正好转到这个方向，就是正面向大家的这个方向，行步云边。好，那么下面呢，我们再把它看一遍啊，行步云边。首先，两个手抓住两端举过头，然后把左腿提起，左脚尖外撇落地，身体左转，随着身体左转，右腿向前迈步，一，左腿继续迈步，脚尖外撇，那么身体继续左转，二，总共呢是四步，形成了一个什么呢？一个圈，一、二，第二步在这个方向，第三步呢在背面，第四步转到这边，正好是一个圈，好，这是行步云边。好，今天的这个教学呢，我们就到这里啊，就教到这里。这个喜欢的朋友呢，可以订阅这个频道，我们下次呢再接着学新的动作。这个动作比较多啊，这个天好像有点热，太阳晒在身上有点热了。好，再见。